我们先进入比赛废墟。第一张就是废墟，值得我们为之奋斗。废墟我们看到 TW 这一边应该是要换的。哦，哎，我感觉黑影是可以拿的。对，我感觉黑影应该是黑影加黑百合长短枪。这个阵容的话是比较没什么问题的，因为黑影确实在江地上面比较好用。对，但是我们看见黑影是走左边吗？走左边想主动去黑一波对面前排吗？哦，看到对面带黑影了，看一下 CZ 这边怎么来处理。CZ 是带了一个标准的长短枪 buff， 黑到了吗？黑没有，有个罩子。那反手这边交个罩子，那这边换血应该会占一些优势。是的，不过 KK 这边是直接把雅库莫的这个裂空给收掉了。Crystal 是直接狙掉了这边的。裂空，对，亚空梦，对，不过杨洋这边血线不是特别健康，这个地方被堵在这儿，有点难受啊。点是已经开了，因为这边掉了一个裂空，所以在第一轮点应该是要让的。关键点就是这一波打完之后，莫兰这边的烟屁是已经到了60%，还是比较不错的。这一波就靠一把狙掉了对面的裂空，对，然后就打赢了这一波团，看一下第二波怎么打。这边天使是直接奶出了一个女武神，不过雅库莫这边在配合对面的一个地面上温斯顿，加上黑影再次阵亡。是的，雅库莫，哦呦，这一枪，这边一个漂移枪收掉了对面 KK， 但是这个勾有点失误，但是对，哇，再次收掉对面的一个 Marble， 非常漂亮。对，不过点内的话，我们看一下，王军这边被限制，这个是要死，没有太多资源给到他点内作战。遥控这边找到对面的一个，但是自己一直在被黑，黑应该是被黑了三个人。对，这一波应该是被黑了，黑了之后应该这波团又打不了了。再次黑掉天使。在黑影的处理上面的话，现在这边问题还是比较大的啊。全能看到就是莫兰这边打得非常的舒服，打得非常的舒服。而且其实 CC 这个阵容应该是比 TW。输出要高的，但是雅库莫到现在好像还没有打出比较好的一波伤害或者是人头，这是他的第一个大。对，王军这边在侧翼挂在250血包这边，哦，漂亮，这一枪，两边都应该知道在对手在某一个位置上面。是的，那 KK 的局也是，他也是练起来的。其实他时空杯的时候，并没有特别准，但他最近。你也知道他是也是个非常全能自由人，对，这个是必须要去练的，对，必须要去练的。那偷师没了，是直接被跳选择勾回去，非常的安全。不过杨洋这边地面上是直接被堵死了，这个是被长沙塔打了太多输出，对，打了太多输出了。这边刷勾起来之后 ，KK 再次收掉了 Sentry， 又是被狙掉，是的。那最后一波了，已经是，应该没有了，应该没有了，没什么太大问题。是的，应该是没有人可以碰到点。对，第一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在黑百合这个位置上，其实两边差不多的，两边差不多，主要是差在这个输出上面，另外一个输出上面，对，可能会欠缺一点。这边输出确实，打的完全没有一点，没有打到关键点上面，而且自己的一个位置总是暴露在一个非常容易被集火的地方，关键是会不会暴露在非常容易被对面黑影黑到的地方。讲到裂空，其实应该在打刚刚这个地图的时候，应该自己去找一个比较舒服的位置，比如说左翼自己单绕，对，去找对面的人。但是他两波都是第一个掉了，所以可能比较缺伤害。来到了这边深井，深井两边都是拿出了天地狗，看会不会带莫仪，应该不会带吧？应该不会带莫仪了，就是一个标准的天地狗体系。那也是两边皇家空军的决斗，好吧？这两个人空战应该还是很好看的。对。白兰这边的法老金对上莫兰兰的一个法老金，都是选择先抢一下风车这边，接触了。不过我们看一下 CC 这边抢的比较成功，反向一个E跟过来，想找对面的谁吗？哦，没有看到对面是，看到对要空战了。哦，这边皮皮带的是一个黑百合吗？啊，皮皮带了一个黑百合，不过地面上我们看一下，马布鲁这边是先掉了。对。啊，杨洋收掉了对面的 Silver， 但皮皮是聚焦这边 KVO。还差一炮，漂亮、哦！这一炮有点远，有点准啊。对，皮皮这边的一个火力还是打得比较足的。是的，又是堵掉了 King Heart。那这波应该是没了。这边掉了双 C， 这边强行换掉了紫金，这边强行换掉了这边的莫兰，但是点上的人应该已经是打不过了。对，这边王子王子金收掉了对面黑百合，温斯顿能够奶起来吗？不能，收到对面两人。哦，这边还是被打死了。没有办法，点上已经是被占了回来。
在看到第一波是这个 TW 先减员的情况之下，后续的处理不是特别的好。PB 这边打了还蛮多的一个输出的，限制拖到了对面的很多人。又是有两狙，哦，这边炸弹直接被炸掉了呀！那这一波应该是很难。我们可以看到 TW 在这个地图上是直接拿出了一个单奶，对吧？单奶三 C， 嗯，这就是在针对你双飞打的。对，是的，就是针对你的双飞来打。也应该知道对面发号金估计强度会比较高一点，限制一下会比较有优势。不过这个地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啊，因为对面是单奶，整体的一个消耗哦，直接会放狗了，放狗吗？直接放狗其实也可以打，因为对面是单奶的情况下，那一波破伤局伤害他有可能来不起来，是，但是双飞很难去处理啊。对，这输还是先挨一炮。莫兰这个双飞很难去处理啊。对，这个时候我觉得根本就不用去处理这个双飞了，更多的伤害是直接打地面上。这个核爆被这个罩子给隔了，但是这个天降之翼没有起到任何的收益。是的，又是补了一个核爆，能不能炸到？直接炸掉了两人。是的，虽然自己死了，但对面捡了两个人，残局收割上面看看效果怎么样。场面上现在六打三呢，这个点应该是没了。应该是续都续不了，是直接要溜了。点位在70%的时候踩回来，对，靠紫金一手明星球，炸了两个，那也是 PP 也是换了，换了，标准天地狗，标准天地狗在这样地方上面打放狗，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因为这个狭度是比较窄的，法老金是不是那么容易第一眼就看到？但是我们看三锤两张图拿的都是天使，并没有拿卢笑这个版本比较。就是热门的这个辅助英雄啊，这边是挨了一炮，直接交了一个闪回，但是被炸了，能拉吗 ？QL 被炸了，好像是没有了。哦，有拉，可以拉，可以拉。杨洋这边要开大，开起来，没有任何问题，看能不能把人拍下去。这个时候找脆皮吧，应该有点难拍天使。这边 King Heart 炸掉了一个皮皮，对的。但是我们看一下地面上，对，刘世纪跟这边 QL 两个双双都陨落，王之心漂亮。哦呦，这个敲头有点准，对的，这把拔刀，直接拔刀，哇，伤害是打出来了，差一点砍掉，点的话，直接被一拳，是的，点的话，这边因为王之心还在续，不过我们看一下这边点内的情况并不是特别好，这波应该是只能续点了，我们看到温斯顿的血量也是非常的低，果然是直接被收掉，那只能靠 King Heart， 他吃血包了，残局的一个收割上面确实是在这边做的有点差，是的，那三锤也是换出了卢笑。又换了一个天使出来。这个放狗其实现在在拿这个，还是换了，还是换了，但是有点浪费时间啊。直接，不过也问题不大，反正是最后一波。对，反正是应该是打最后一波。但是这边技能还挺多的，有将近四个大招。快死了呀！又残血了。KO 看一下这个肾怎么开，直接先手开了。那这个天降正义，对，天降正义要怎么来放很关键。天降直接放 T。直接找 T 七有点慢，但是还可以，直接掉了三人，那最后这一波应该没有了。又炸掉两个呀，不过点内踩不起来了，果然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整体来说的话，无论是在这个应对上面其实还好，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在团队配合上面差太多了，差太多了。我先说这个废墟吧，废墟上面就是。我们前面问题总结的比较这个透彻了，就是个人失误比较多。是的，个人失误比较多的话，就不用没打出来，对，不用谈什么配合了，没有配合。然后在这个深井上面的话，完全就是说在一些处理上面，还是那个问题，就是什么问题？你前排去跳，跟你的 C 位去打某一个目标是完全分离的。是的，对吧？我在找我的，你在找你的，那没什么好说的，就是协同没有打出来。好的，我们这边恭喜 TEAW 先拿下一分，我们稍作休息，看一下正在回放，一会儿回来。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这边啊、我是解说木子，我是解说时光。嗯，好的，刚打完第一场，我其实觉得没什么好意外的，但是第一确实自己这边有问题啊，我们这边处理的也不是特别的好。是的，在临场发挥也不是打得特别好，确实 TW 这边打的第一非常有灵性，第二他们针对做的非常的好。大家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可以看到莫兰这个点，他的大招只留给我们星星，留给我们盾，对，然后他的炮会时不时的往王光之心身上塞，裂空身上塞，对，对吧？然后对面就是看到知道你就是两个队伍太熟悉了，尤其是对手太熟悉了。这边我们看一下第二张地图，如果选的话，应该会选努巴尼或者是好莱坞，努巴尼还是很努巴努，嗯，这还有或许的吗？因为我的话，这边应该是有换人的，对，这边应该是会换上，因为其实我们刚才看到单论紫金这边打的是两波是炸掉两个人，对吧？是没有太大问题。但我们看到可能双 T 之间的协同，杨洋这边是经常血线压得非常低，可能跟 VG 有点像，就像今天 VG 一样。对对对对对，是非常的像的，确实也是这个问题啊。好了，我们这边看到林志金是换下了紫金，然后应该是机器人换下了杨洋。好的，我们这边是直接做一个双坦，直接就换下来，换下来。所以大家也是期待很久的一个，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嗯，可以稍微看一下啊。我们也是，期待一下他们在努巴尼这上面的一个表现吧。像努巴尼这边的话，反观 TW 这边，他们可以打的一些阵容也是非常的多的，包括他们的一个放狗，对吗？对，带原氏，利用原氏这边的一个，给原氏牵线啊，这种利用原氏为核心来打一个放狗，然后或者是用一个长枪加法老基因的一个配合，都是可以打的，要看一下临场怎么来解决处理嘛。那 CC 一般打什么阵容呢？在这个图上 CC 打这个阵容就很简单，常规阵容打就可以了。常规阵容打，其实现在是每张地图你只要把你的常规应对做好你都可以打的。是的，因为你的一些奇招用在什么地方，你的奇招用在一些觉得我这个打这个对手估计是比较难，或者是说我想去出一招奇招，这个奇招说不定就制胜了呢。是的，但是其实你把这些细节都做到位，把这些该做的都做，基本上你拿一个比较正常的比较合理的阵容去打对面，或者说一个比较万金油的阵容去打对面，任何阵容都不会，就哪怕输都不会输得太难看，对吧？都会打得有来有回的。在努巴尼这张地图上面的话，我个人觉得的话就还是按照之前安排的去打就可以了。嗯，像之前他们在打这张地图的时候，防守方的一些比如常规的阵容，什么安娜加上这个天使，然后进攻方这边的一个长短枪都是非常常见的阵容，常见的套路，你要去针对他也可以针对他，所以就看你怎么去临场做一些应对，不，无论是你做进攻还是你做防守，基本的东西做到位了之后，他至少不会让你打得特别难受，因为你有很多种的应对方式。是的，但是也有像刚才 TW 对吧，在深井就直接拿出一个单奶，然后PP 是直接拿出了一个 PP 是拿真黑百合，对，他这个阵容就这个是打针对的吗？对，这是打针对，就稳中带皮，嗯，皮中带稳，对不对？这个针对还可以，对，就是我们看到第一波是起到效果的，然后导致你反场不是特别的好打。嗯、我们看到一反场的时候，这边牙库姆就被狙。对的，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进攻阵容，应该还是拿这边的一个长短枪配上法老金，而防守方这边我们看到是原氏配的黑影，这个阵容。那可就太靠这个原氏了。嗯，对，但是我们也知道 Crystal 的原也是非常的强。这个阵容的话，相当于这边的一个，法老金就基本上是比较舒服的。基本上是，除了安娜可以点他。嗯。但是前排如果给足压力的情况下，这个法老金是非常的舒服的。对的。我们看下怎么打这个双飞，是直接在悬崖，双 T 应该是要跳了吗？双飞应该直接交技能去洗脸了，而这边是差点被黑吗？是被黑了吗？是被黑了，但是天使这边是暴露了黑影的位置，不过正面我们看到双 T 已经掉了，因为这一波天使被黑的这个原因，所以可能正面是没有吃到任何的奶。对，其实我觉得很多这个处理方式就有一点问题。八号金这个时候看到对面那种，应该第一时间就直接交技能跳过去。然后去压对面的后排，这个时候双 T 在跟上会比较好一点。他可能在等队友给信息，这样等的话，我觉得就真的是错失太多机会了。对面是防守是一个黑，是个黑影，是的，越等的话越亏。对 ，Crystal 这边又有刀了，嗯，激素刀还是？激素刀，对的，非常的快啊。对，
这边正面我们看一下这一波怎么说，机器人在正面做一个观测，林志颖，但是防爆之音这边是先掉了，怎么左边一直在出问题啊？CC 这套阵容拿的是只有双飞走悬崖，但是我们看到 TW 这边是拍了一个 Crystal 加一个 Silver 是直接去悬崖，2v2的情况下是直接就是一旦你发现对手肯定是在做针对你的情况之后，你一定要临场做出一些应对，但是就不是现在这么头这么铁啊，做出临场应对了啊，应对了，别人有大了，正面结果别人就有大了，烟皮出来，对面有六个大招，看一下对面怎么交吧，这边主要看对面怎么交了，这一波看能不能先天使是直接被骑掉，发到金把这波刀都不准备交的，交的这波刀都不准备交，这一波还可以打打不了了，打不了是直接被跳掉了。对的，这边双 T 来，双枪来迟，还是有沟通上有一些问题。这么打的话，就离 A 闪不远了。我们可以看到，CC 拿这套阵容去进攻，他是摆明要跳你的，但是到现在没有一波是双飞跟这个双坦是跳到对面脸上的，没有一波。对。整体来说的话，就是 T W 有些问题 ，T W 知道你会怎么打。知道你会怎么打，你临场还没有做一些改变的话，你就会被挨打。你还从这边走的话，如果你还像第一轮那么打，那这张图就 A 惨了，就不用看了。的，那这波技术刀，看一下这边 CC 技能比较多。双 T 跳过来稍微赶一下。是的，技术刀来了，剩保不住了，保不住，保不住，保不住。这个是自己走位有点失误了，这是的，七六死了，后续伤有没有？哎，但是拍死了 Mablo。对 ，Mablo 这边死了，后续的人呢？看一下，应该是要集结一下。这面是五打五，对的，这边少一个 C， 对面少一个奶。对，那不自己直接跳跳这个安娜。对，这一波跳的还可以，过去保了一手，不过黑影就是死了 ，Crystal 还活着，但是爆甲了。林志颖这边，双 T 已经掉，那这波也没了，没了。下一波，下一波直接来到将近最后一波，对面开，哇，别再给他蹭了，这个刀要出来了。被收掉，虽然是收掉了，不过我看一下这边 Silver 是有一个原始暴怒，下一波就算是续点一点，续特别久，只要续出这边 EMP， 基本上就可以守下来了。这一波 CC 也很难打了 ，TW 这边将近六个大招，看一下怎么说，正面双 T 已经到位了，三锤又是半血，直接被黑，三锤被黑了，但是还好没有人跟上伤害，是的，这波直接走近点，规避一下，等一下这个矩阵，直接被碎了。直接炸掉吗？对，要直接炸掉它。那这样子的话，游戏体验感为零。那应该是没有了。那应该是没了。对，应该是没有了。没有太多问题啊，打的确实是这个样子。你的一举一动，别人都知道该怎么去处理你，然后你还没有一点临场应变，那你被守 A 铲也是活该。其实，就是比较客观的说，这张图不是说，虽然 TW 打的也好，但是我只是觉得他们做到自己该做的，而 CC 这边就是该扑的时候一波都没扑到，他们那一波好不容易是走正双飞走正面，然后双飞已经到右边去骑人了，然后双 T 没有跟上，导致就是双飞是直接被收掉，而且法老之音还交了个大，浪费了个大，对，然后也没有换。整体来说的话，就是这些应对上面就为零。对手我们看到 TW 这边的应对非常简单，我已经知道你这个队伍怎么打这张地图了，然后你从右边过来 ，OK， 我去找你，我找你，我黑影就在那个看站着，我都已经知道你黑影在这地方站着了，你就一个单挂后面的安娜，我为什么不去先跳你，逼你的人回来接我，然后我后手再去跳你，你就会直接被逼迫到他们家后排汽车那个地方，其他人近点，这个时候长枪位再拉出来，不就完美解决了吗？是的，那只能说前两波走左边被针对。这个没有太大的办法，然后走正面那一波就是没有铺陈是比较可惜，其实那一波是有机会的，那一波 CC 技能带的还是挺多，那不管怎么样是没有站下来，我们看一下 CC 这边防守又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技能，传统的阵容还是一个长短枪，然后这边如果是看一下TW 的话应该也是会拿法老金配长枪这套体系出来，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应该是这么拿的。可以看一下 TW 是怎么去打这套阵容。很简单 ，TW 这么打的话，还是一样的。法老金看到你落到这边位置之后，可以选择法老金先飞，跟这边的双 T 做一个协同，把你二楼的人逼到下面去。这个时候我就去压这个门口，
然后你这边的人不要过来摸点，我就打你的前排，就这么简单。是的，我看一下他们这边怎么来应对。好，七六是选择走二楼，嗯，带着一个墙角塔，然后双飞走悬崖，是的，去压二楼的血线。啊，这边双铁直接跳，哎、但是机器人是秒死了，对的。好，这个时候如果再去踩点的话就很难了，发号机已经过来压门了，跟之前说的没问题。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CC 谁去踩点，因为后二楼的墙角塔没人管，双 T 根本没办法进点。临时这波只能闪靠闪光踩点，嗯、临时星是直接强行踩点，对，能不能奶起来？基本上没有了，接，嗯，没有了。那我们也是恭喜 TW 2-0，嗯，对，没有太多的问题啊，就是赢。也是他们这边打的确实好，是的，输也是没什么太大问题，整体的话一点临场应对都为零。你已经知道别人要从这边过来了，你还要从那边走。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其实 TW 这边针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两边进攻时候打法是一模一样， 对吧，都是七六在缠压塔走二楼，然后双 T 在正面，然后双飞是走悬崖，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TW 拿了一个什么，拿了一个黑影加根基，他去悬崖去针对你的双飞，让你双飞根本就没办法从这儿走。对，其实一般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直接正面的人去强吃对面的辅助，对面是没有一点办法去接你的。是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已知对面是一个黑影加上一个原石，他拿什么去接？他没有东西去接的，你后排的安娜根本就保不住的。他黑影都根本都不在右边，他在悬崖是管你的双飞的。是的，好的，那么我们这边稍微休息一下，看现在回放，一会儿回来。
able to just get away from players like Linkser on the Tracer. Now getting very close, building up the ult, and there. Oh, okay, the coalescence coming out here. J-Hong's just giving the Houston outlet the good hosing down. Oh, they're clean indeed. But that push from Sol was nothing but dirty. Game, record, and stream without compromise on Intel Core i7.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比赛，我是解说木子，我是解说时光。嗯，好的，刚刚我们在看完努巴尼之后呢，现在的比分是 TW 暂时2-0领先。那第三张地图的话就是 AB 点的图了。嗯 ，AB 点的图的话，如果是林志星加机器人，考虑一下拿一个什么月球基地打打地推什么的，可以尝试一下，但是可以尝试一下。这一点，CC 就跟 TW 不太一样了，就是 TW 他们之前也挺擅长地推的，但 CC 其实地推打的特别少，对吧？其实打的确实比较少，看吧，看他们林场怎么选吧。月球基地的话是可以打的，不过 我印象当中 ，CC 在打 MTE 的时候啊，当时还叫 MTE 的时候，在也是打月球基地，然后也是没打进 A 点，所以要去选这张地图啊，其实也有一定风险的。不过看一下他们后面怎么去调整吧，现在我觉得就是不管队员的话就做好心态的一些调整就可以了，是的，不用要求太多，因为毕竟是来两个新人嘛，我觉得要给新人一些机会，就是给一些时间嘛，大家整个队伍都要去磨合一下，毕竟对面是真的 TEW 这支队伍，就是他们真的很久没有换过人，就是这一套已经他们六个人已经打了很久很久，然后就是团队就是协同度也是非常的高。哎，其实这些东西大家也知道啊，就我虽然说是换人，但是这种基本上的一些应对上面有问题，确实还是该说还是要说。对，今天回去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好吧，回去好好安排一下。好，安排一下，安排一下。不过确实看得出来，就是 TW 这边在做一些针对上面的一个策略，做的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右边两个人卡着你的法老之音的一个位置，我已知你要从这边走了，但是你是根本没有做任何的一个应对，我不管你就算拿法老值，你从正面飞我也能接受，对吧？你实在不行你换放狗我觉得也能接受，你要么就是很多种应对都没有去尝试，这个我倒是心里觉得蛮难受的，你知道吧？而且就是其实 TW 这边他们就是你还记得第二波吗？第二波一个根基加一个温斯顿是打赢了双飞，其实那个我是觉得挺奇怪的，看一下第三张地图选什么吧，有花村，看一下，我觉得 CA 打花村，打了，还是选择了这个月球基地，月球基地四 T 王连连怼吗？然后对面莫兰的狂鼠就全部成炸完，是的，莫兰的狂鼠也是，莫兰狂鼠确实打了非常多，就他们之前 MT 的一个，就当时 MT 的时候整体的一个队伍，他们狂鼠的一个体质打的就比较不错的。其实我觉得一个队伍就是最基本的东西要去做到，然后我们才能去谈明星球啊、个人发挥这些东西。你最基本的东西就像前面两场一样，最基本的东西做不到，你黑百合再准，或者你圆再强、刀再快，没有用的。这个一定要是你一个队伍最基本的东西去做到，你才能去谈这些个人发挥啊这些东西。那其实还是看一下第三张图吧，因为第三张图我们看到就现在这个版本，像四 T 啊。也是很有机会的。对，看一下吧，因为现在的话我觉得就是更多的我是比较了解我的队员的，所以现在心态应该是已经炸了应该是已经炸了，所以我就相信现在他们那边应该是也是在做一些交流什么上面的东西。 一手终极地推心肺复苏心肺复苏，对，怕不是高能直接就凉了直接就凉了吧。第三张地图应该大家如果了解的这个之前 MY 的话，他们这边也是在这张地图上会拿出他们的一个地推体系来打的，而且这张地图的话确实到现在这个版本里面 4T 打 A 点也是非常的好用的。对，那我觉得就是 TW 这边我觉得他们更多的也是想一下怎么去针对到对面一个 4T， 而且包括现在的一些常规防守体系去打进攻方 4T 也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就两边拼的是哪一个位置，就是拼的第一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就是在进攻方出门左拐的那个地方或者是右拐的那个地方，第二个就是在点内的一个进攻跟防守之间的一个技能的交互，这个上面的话是可以分出这个点能被踩还是不被踩，这是比较关键的两个点。但是有一说一啊，你印象中就是最近比赛拿四 T 像这种图好像没有被 A 惨过。
你我这话不敢接，虽然但是虽然说是不敢接，但是确实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拿数据说话，对吧？对，数据说话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四 T 在打这张地图的时候，确实在 A 的 A 点被 A 踩的几率不是特别大。我印象中，对，可以这样说，非常低，几率不是特别大。是的，但是也有被 A 踩的，当然那种是属于头腿，从头到尾都不换的，一直拿四 T 的。一般来说，四 T 在打第一轮、第二轮不太好，直接就换了。对，就直接就换体系了，不可能说一直拿四 T 从头打到尾，从头打到尾被 A 惨，那我觉得你没问题，好吧？就因为你想嘛，就是我一波团打一波狂水一个大招，再打一波团狂水一个大招，就是没法打了。好的，我们看到防守并没有拿传统的奥丽莎加这个 D.Va， 拿的是星星 D.Va。嗯，对，这边双机动性前排哦，还是拿了刚刚那套阵容，但是这套阵容还想打四 T 的话。关键是看一下禁疗瓶，但是从现在来看，好，那个是林志星拿的毛病。嗯，对，林志星拿的是扎利亚。哎，好像是真的要四 T 走起来了。嗯，看一下怎么来选择。莫兰这边是已经在外场站着，这个位置站着的话，可以理解到为先他和外面的血包嘛，利用这个血包来打的话，就是想在。右半边这边可以卡住位置，然后可以去绕后黑对面的一个黑对面的一个人，看一下这边进攻方这些怎么来打。果然是四 T， 但是 T W 这个阵容其实打四 T 不是特别好的，特别仰赖这个 Crystal。嗯，他们这边是塔丹娜给到 Crystal 这边牵线，是有人被黑了，直接被黑了，是，哎呦，这个能量很高，林星能量非常的高。但是很好歹就是没有人阵亡，是的，就是拉近成功近点，那优势其实已经算挺大的了。不过看一下后续的战斗，对，后续战斗是比较关键的。双盾在手里，双盾给的非常漂亮。是的，这一波机甲对是直接拆掉。对，这个巨能光束也打出来。对，那这波哇，但是这边有刀了。对的，但是应该砍不死，砍不死四 T。对。这边这一波，那这波应该是能拿下来。林志星能量来到64，嗯，还是比较快的。到了 B 点的话，下面这一波有一个暂停，有一个暂停，我觉得就是如果他们至少带一个狂鼠的话，就不会打得这么轻松。因为莫伊拉加上因为这边的一个黑影加上原氏，他们的意图我可以给大家分析的非常的准确。第一，这边牵线原氏想快速攒刀，第二。黑影的大招是作为一个后手运营的技能来打，就是跟我们平常看到的就是这个黑百合加上原氏的打套路是一样的，就是他这边只不过把黑百合这个位置的一个右键击杀率开镜击杀率变成了他的一个黑影的黑，其实像意思是一样的。但是有一点没有注意到，就是如果你是这么拿的，你需要中间前面有一段时间，但是这段时间是足够对面莫伊拉出大招，足够对面的一个人近点把你的某一个单位打死。是的，那我们看到现在是来到了 B 点，这边 CC 的能量是非常的高，但是这边 TW 黑影是要有 EMP 了，看下这波是怎么处理，是要等林志星打出来一个大吗？这边能量也非常高，90能量了。是的，感觉是想等一个，看看有没有王炸，能不能等一手王炸，感觉是想等一个大招。哦，不过有了，这边有黑了。对的，但是又吃了一个禁疗瓶，这边是直接拆掉机甲。对，能不能奶住这个很关键。KYO 是死了，扎利亚也掉极速温顺，原始暴怒，还是原始暴怒，直接拍走。哎，这个还开了一个，还开了个鸡飞狗跳。小本本记一下，这个鸡飞狗跳是不用开的。下一轮你想一下，扎利亚和大招配合起来的话，效果会比较不错。这一轮，有可能这一个鸡飞狗跳就是一个伏笔。下一波，比如说下一波吸完没有输出，下一波有王炸，下一波有王炸的情况下，但是说实话，这个要看林志星，就明星球，因为很难吸，对面就这种，对，很难吸，而且下一轮是有个轮胎的，你轮胎如果这一轮不打的话，然后 EMP 马上就要好，这个整体就是这样的一个滚动 ，CC 这个阵容很难打，对，非常难打，对。轮胎双盾都已经给了，还有7秒的 CD， 那这个轮胎感觉要出大，是，被打掉了，被路霸喷了一下，对，路霸喷了一下，Tiva 是直接收掉了，那这样子没有轮胎之后，点内的一个作战看一下效果怎么样了，是直接收，没有，那个是轮胎，对，这边交第一个副盾，对，这边要还在等机会吗？喊全员集火这个 Tiva， 但是下一波的话基数又有了，他不是很敢吸啊，这个口子是很容易被 Tiva 矩阵给吸掉的，这个供。
哎，但踩了一个夹子，直接吸了一个安娜吗？是这个狂鼠吸了一个黑影。这边这一波，清人效率还可以，点上只剩下一个温斯顿，但是激素温斯顿，而且有天使，哎呦，直接拍了，漂亮！别让他开出道，有撞吗？还是开出来了，关键是没有 shift 的。对，这个天使加激素是奶了太多了。哎，这边的反手一个 EMP， 对，但是没有打开。对，这边漂亮，这边轮胎非常的 nice。那这一波应该很难了，应该只能退了。啊，退了，直接换着吧，直接就换吧。我跟你说，这一波如果机器人。他大锤有 shift 的，这波应该能打下来。就是那个温斯顿，激素温斯顿他被睡，我看他有200多的血，但是秒不掉他。如果有撞的话，应该是可以直接把他撞了。这边是要换吗？应该是要换，但是是有一个核爆的，这边、哦、那就没有换了，还是再打这一轮啊。这一轮打完，我们配这个技能是82%吧？面对这个82%，44%，但是这边。卢啸先死了，也死，这边莱哈勒也死了，这波应该很难了。对的，应该很难了。这样子不换的话，就会一直形成恶性的一个循环。其实我觉得，像四 T 这种打 B 点的话，就是主要那个点还是扎利亚的那个供，就是交掉之后基本上就可以换了。我觉得。对。而且他也是没有配合起来，就是。这个版本已经不像我们以前说的什么各种王炸呀，其实很难配合起来，因为扎利亚很难去吸那么多人。你要去仰赖他其他的一个技能去打这个 B， 这样地图 B 点的话是非常难打的。是的，这边还不换，那是直接一个黑。林志颖这边血抬不抬住了，但是这边其他人队友是被清了。对，下一个轮的话又有一个狂鼠的大招，而且这边林志颖的一个技能好了，也应该对手应该也知道了。是的，这边养毛妹，养这个扎利亚。是的，这一轮打完，那又是下一波。下一波六神合体，好吧？这波六神合体，关键是刚刚这一轮激素温斯顿加天使牵线，这个又可以一个人在点里面卡非常久的时间。而且对面又是五个大，对，又是五个大。你首先要把这个胎给轮胎给打了。你要去。想真的想再攒一轮出来，基本上这个机会为零，非常难打，很难打。是的，就是你正面直接走出来的吗？哦，这边兵砸两个，要往后烧一烧，直接开一个鹰杖吗？那要黑了呀！哦，这边是没有黑。对的，一个技术温斯顿吸了，勾过来吸了，有没有技能输出？吸了一个 D 吧，吸的不是特别好。这边一个轮胎是直接被一个 E 给刮掉了。对的。但是后续的输出有没有？这边是一波配合，没有造成对面的一个减员。两边都是没有任何的减员。看一下这个温斯顿是直接跳后排，但是这个黑配上炸啊，这一波就要命了。一个黑配上一个核爆是直接炸掉两人。是的。那现在还不换吗？还不换，那就是真的打不了。对，还不换真的打不了。整体来说，对面的一个技能已经滚得非常不错了。对面而且五个大只交这边刚才是六个大，交了四个。然后马上这边 PP 就是有大的啊，这边是换了一个长短枪，带了一个黑影，那两分钟其实是有机会可以打个两波，就是有威胁的两波。那我们来看一下 CC 这边会怎么去打，两边都有一个黑影的，看一下黑影的一个应用吧。是的，二楼想走出来其实没有问题的，让麦克雷这边打更多的输出，关键是想一下屁股后面会不会有裂空来偷。是的，这个说的还可以，还可以。两边罩星温斯顿罩子都交了，那这一波一直在耗的话，其实挺不是很好。对面是直接耗出了一个激素温斯顿，果然。但其实也没办法，他长短枪他只能耗，他又出不了，就只能靠King Heart 这边去点。但是点着点着，对面把对面激素点出来。我觉得这种就是还是打在前三后三就可以了。前排双 T 配上这边的一个杨沫的一个黑影，找机会去拖延对面的一个后排，把后排逼走，然后后三可以先考虑去接对面一波，因为对手也是一个黑影裂空。温斯顿如果要过来帮忙的话，其实我觉得是，他这边后面是接不住的，光一个 D 瓦加双 T。那差不多是最后一波了，这个阵容打得非常的慢，还剩下30秒。TW 这边又是将近六个大，我们看到 PP 这个激素又是要好了，将近六个大。你在那儿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对，没有任何意义。对面是安娜的，那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哎，但是 King 二这边点掉了 Crystal， 对的，这波有机会走出来。但是这边还是六个大呀，对面要 counter 一波。
被黑了，能不能炸死、哎、开出来了 QYO 已经把身开出来了，这波很关键，但是被禁疗了。是的，这波禁疗非常的好，禁疗了三个人，强行拉拉起来 了。不过后续看一下有人碰点，对，有一个原始暴怒，有人碰点还能打，直接炸掉这边的机器人、嗯、点上应该是人差不多，但是亚库莫也是直接倒、哦、这边一个武士一刀还能碰点吗？又碰了一下，但应该是没了，这应该是没有了，还是第一轮在 CT 这个地方耗了太多时间，第二的话在二楼上面这边的一个处理做的也不是特别的好，因为对手你在发现对面带了安娜加上这个安娜加上这边的一个温斯顿之后，他整体的一个体系思路已经给你展现出来了，我就是这么打的，你要怎么来解我这个题，但是你现在这个解题的公式就是用错了的，比如说你要去算这个什么三角形的公式，你去用了一个算这种周长的公式去，对吧，明显看得出来对面安娜这边无压力的，安娜她差不多一波两个大，你刚才有看到我这边第一我可以攒能量，我这边攒得非常快，你跟我做消耗没有任何意义，第二我这边只要有激素你就被我反打，是的，你全部踩那个二楼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但这一点也是 TAW 也是展现出了一个强队应该有的姿态嘛，就是每一波我教那些技能我一定能打过，对吧、嗯、我们前两天解说这个韩国的 OC 也这样，就是强队在特别是防守的时候，他每一波只要他就是打团之前去既定的去教这个技能，教哪个技能就能打赢，我们看到每一波这个技术温斯顿都是能打赢那波团，而且效果起到非常好，也不用多教技能。嗯，好的，现在攻守互换之后，我们看一下防守方这边应该拿的是一套比较常规的体系，看看怎么来守。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三水今天一直是在拿天使，这个版本其实天使是真的挺弱势的，拿天使更多的他们是想如果是起天使的时候一般都是要配一把比较好的长枪的，这个是保着长枪打，我觉得是如果再跟低瓦附体稍微说起来的话是没什么太大问题，这个拿来打黑体系也可以，关键就是来看一下他们这边打的怎么样了，这个打法没问题，但是打的怎么样这个就不好说了。是的，好了，进攻方也打得非常简单，就是一套放的，我打的就这么简单，就不跟你玩花里胡哨、没有那些 花东西，好吧，站二楼我就跳你二楼就行。来看一下这边 TW 进攻，第一狙是狙空掉了，那其实这套放狗打这个阵容不是特别好打。好，这个时候裂空已经拉点了，然后要有人去管他。对的，谁去管？我是直接狙掉了 Crystal， 比较漂亮。谁去管？应该有人去了。温森感觉也要死。这波接的是非常漂亮，因为这边在少人的情况下还强行跳一波，其实有一点送能量的，这波直接拉，没有勾到，没了勾出来，这边还在找机会输出。我们看到 Kingheart 已经60能量，还是很准、嗯、黑百合。现在这个位置的话，其实有一点不好，就是他看不到右边的这个人，需要队友给他报位置。好的，又有人拉点了，又有拉点，要去管一下。谁去管？果然这边也是在这个拉点情况下，是直接狙掉两人。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进攻现在放狗真的很不好打。我们之前上一周的比赛也看到有队伍是拿放狗去打对面这套防守阵容，很就在拉点的过程中就会死人，根本拉不到点。RF 打老干爹说当时也是进攻拿了放狗，然后防守方这边起了个托比。对，点位有一个人去，谁去？还好，一直是没有踩到一格，一直有人去管，但是这个位置轮胎滚起一个轮胎，看一下这个轮胎效果怎么样，直接炸掉这边 Silver。对，然后这一边的一个原石也掉了，要赶紧的清场，因为这边二楼如果不踩的话，一会儿进攻方放狗的就很容易扑到点内来了，到点内打的话就不是那么好打。但是 KVO 这边的肾有点慢了、啊。嗯，他因为开团的次数比较少，开团的次数比较少，但是问题也不大，他应该能跟 Crystal 同时好，但如果 Crystal 这个刀他就是一好就拔的话，可能会不太好接。我们看一下这波是直接跳，对，这边直接炸了，这个 shape 的非常漂亮，这边地瓦是没有吸到，是直接收到 Crystal。原是死了，点内我们看一下这边原温顿也死了，这个时候要保住狂鼠。TW 这边打的也比较简单，我就拿一套这放狗体系出来，我六个大招出来这边打一波，一个一个交币你这边进入，然后我总有一波收益会比较好，也是比较耿直。那我们也是终于看到 CC 就是这张图守的比较好的，到现在为止看一下后面吧，看一下后面的技能交的怎么样。是的，
双 T 踩住二楼才是没什么问题，这一波视野还差一点儿。而进攻方这边原石已经有刀了，是有一个胜。两边技能现在是差不多的情况，又有人进点，对，又有人拉点，应该是裂空拉点，对，苏拉去管，对，林星直接去管，又是射掉了马布鲁，对的。但是这边是交大招了，直接拍掉了这个机器人大，但是这边直接掉了两人吗？对，这波是没有交出来，但是被拉起来了，没有看懂，没用。这波是没有交出来。这波是直接被跳了，应该是他想等对面的原石的 刀，但是落地自己就直接没有接住，这个不怪别人好吧，因为他们这个阵容，他们让 D.Va 去点你管这个裂空，那正面其实跳的去跳的话，他前两波为什么能接住，因为这个这边亚库莫的这个 shift 是把对面星温斯顿给炸下去了，对面 D.Va 是没有吸到那个shift 的，那这样子的话这场比赛好像 CZ 已经就保平，最多保平。那走左下角侦查到了，这回轮胎要直接滚吗？直接被撞了下来，但是只有一格，要注意踩一点，要没血了。没有任何人管这个狂鼠也是意料之外。然后这个炸弹没有用，我是直接上不了机甲，在圣里面是直接死了。对面应该一波满手也开起来一个射，滚起一个轮胎，点点还有人踩点吗？机器人还在踩点。对面反手又盖了一个阴障，上面归不下伤害，但是这个轮胎直接被打掉。对的，应该没有人。那好的，我们这边恭喜 TW， 3-0大分已经锁定了本场比赛的一个胜利。是的，打了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尤其是在这边进攻，我就打对面的这种放狗的这种原式。原始裂空，然后这种标准的放狗体系，你防守方这边的一个技能怎么去教，我不是说一定要等到对面这个前面这几波能接到，这一波没接住，那说明就是在某个环节出了一些问题，对面也没有交刀啊，那个时候是的，然后自己这边死，那就是自己这边个人失误啊，那这个也怪不了别人，那也是跟之前我预料的是一样的好吧，我之前预测的也是分数什么东西也是差不多的，可能我一口毒奶，没有，你没有毒奶，你没有，因为我觉得他们前面一直都打得挺好的，就是A 点前两分钟，这个是 CC 的一个习惯，你们去看一下之前的比赛都是在最后一波崩的。好的，那么我们这边看完这场比赛之后呢，稍作休息，一会儿回来。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比赛，我是解说木子，我是解说时光。嗯，好了，刚刚我们看到在第三章这个维修基地上面啊，大家其实比较好奇，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明明感觉 CZ 这波是稳可以守下来，这一波还在对面没有交技能的时候，就已直接先掉了一个残压塔，掉了一个残压塔。我们可以看一下前面几波为什么没有，就是没有他打得特别舒服。第一，右边的黑百合给到的压力会比较大；第二，狂鼠技能是留在对面接对面的。但是我们刚刚第三波是没有看到这个画面出现，是的。那我现在只能认为就是说，我们的残压塔在一个比较不利的一个位置，是被对面的一轮起火全部 AOE 砸中之后死掉了。其实前面两波，与其是说 CC 这边接的好，不如是这边TW 没跳好。他就是对，温斯顿跳的时候 ，D.Va 并没有给到矩阵，两波都是直接被狂鼠 shift 炸来，这个其实是不应该的。嗯，他们确实，我们一看到就是在这个前面举的时候，可以看到不管是狂鼠也好，然后不管是这个还是那个 D.Va 也好，都会去过去撞一下，保证你这边温斯顿不会踩到我脸上。是的，但是但应该最后一波我没有看到那个镜头，但是我可以猜到这一波肯定是对面的前排跳到我们这边脸上，把我们这边人撞走了。但是心中想着我这个胜应该是没来得及放出来，就直接被打死了。那波地方在点里管那个裂空，所以可能正面就没有打过，而且这可能就是一个强对手应该有的东西，就减少自己。极大的减少自己的失误率。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就像 LFZ 对吧，他们今天打 B 点，他们那一套那么怕挑的一个阵容，他们基本上没有一波是后排死的，对吧？他们就是个人，就是这个游戏不管怎么样活着是最重要的，就是减少自己的失误率，特别是你自己在带大的情况下带大死，这个都是很明显个人的一个失误，所以一定要去减少这些失误，才能保证就是这波大家都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波应该怎么打，对吧？就是你剩要么去 counter 这个对面的刀，要么没血了你自己开，但你千万不能死。嗯，对。那来到最后一张地图的话，然后这边应该也是有人员调整啊，最后一张地图应该是要让这边双底下位休息一下。那应该是会打扎克镇。对，应该会打扎克镇，应该会打扎克镇。扎克镇跟这边多拉多其实两个都可以打，不过更多的倾向的话，应该还是会拿一个扎克镇。在扎克镇上面的话，还是会打以前一如既往的一个体系出来。那今天看下来的话，整体来说，从第一场到最后一场，王国之心这边的表现，就是在这个黑百合的表现上面打的还是比较不错的。那在其他人位置上的话，或多或少都有受到一些影响吧。不过，哇，我觉得其实气归气，但是，没有关系啊，但是是没有关系的。因为第一确实对手打的话应对啊处理上面做的都比较不错，然后第二个确实自己这边问题也比较多，那希望他们这边打完之后回去也可以好好调整一下，然后迎接一下后面的比赛。那来到第四张地图扎克镇，嗯，扎克镇这张地图是 CC 打的比较多的一张图。当然两边我可以，当然从现在从第一场比赛看到现在这场比赛，应该可以发现就是两个队伍的一个体系都特别的像，是的，拿出来的英雄阵容都特别的像，而且关键是他们这几个人关系都太好，关系都太好了，而且很多有的是前队友，对吧？对。那 CC 这边是不打算拿奥丽莎加这个路巴的，应该是会拿，因为我印象很深的就是 CC 的两个前排，他们这个不用了，不用，最后一张地图让他们自己打吧。就如果是我在基地的话，我会告诉最后一张地图你们自己发挥吧，想怎么玩怎么玩。对，但是他们就是紫金加杨洋，他们这个组合可能会比他们星加 D.Va 要配合度稍微高一点，嗯，会稍微好一点。对，稍微他们那个拉钩稍微好一点。这边直接一个飞天狙是没有狙到，那这边是堡垒车，丹奶，堡垒车，然后重建帝国双 T， 然后丹奶，天使走出来了，应该看到了，给弹射箭。效果还可以，然后盯着枪头，但是这边堡垒是直接掉了。嗯，那这波其实我觉得打一波是可以换的。嗯，关键狂主这边你看打的太多输出了，下一波我们看到莫兰这边，果然，应该要换。亚克毛换了一个延时出来，又是一枪头，是比较标准的一个长短刀，就是黑百合加这边的一个延时。嗯。但是能量是没有领先太多啊，这边这个皇家被勾了，对，一波西扎勾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配合，这边少了一个狂鼠之后，正面的压力会小非常的多，现在的一个注意力就应该放到对面的黑百合身上去了，
但是这个狂鼠返场是有大的，看一下这波怎么去打。嗯，有大的话，那说明在车边还是要打一波。这边绕过来，直接滚了，注意到他直接滚轮胎了。这一枪，哎，瞄了很久，但是没有打到，很可惜，直接被收掉。天线残压塔是直接收掉了，轮胎也是被打掉了。那这个能跑吗？跑不掉，留了个技能。那车应该这一波是可以直接到了，对面这个阵容是不是很好摸车？哎哎，没人推车，哎哎，上头了，这上头了，所有人都是，大家都出去玩喽。对对，我来吸，你有没有勾？你勾什么时候好？你吸什么时候好？对，你有刀吗？我欠你也拔。对，这种大家都很开心。啊，那是成功推到 A 点，这边 TW 有一波激素摇摇乐，嗯。其实这个阵这个地图的话，两边前排尤为重要。就虽然是黑百合的图，然后狂鼠图，但是前就是路霸加奥利莎这个西加勾这个配合，其实练得好是非常重要的。那这边压库莫是直接收掉了莫兰，对的，收掉对面狂鼠之后，还是前面说的，就是正面压力会小很多。看一下打过去吗？看这波刀会不会交？这波刀交不好打呀、啊，这个位置交刀基本上等于送了。这边不卡车是可以先等一下的，这把刀我觉得、哦、但是被勾了，挡了一下，漂亮的，这波应该是可以省了，这把刀直接留在门口，如果对面要返场的话可以直接返场再交。对，再找对面一个女武神开完大是直接被收掉，那车是直接来到最后一个拐点、这波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还是一个技术摇的，看着哎，这有个安娜看到了，能抓吗？这应该是没血的啊，有是有血有血，狂鼠这个时候走过来，感觉还像卡车呀、啊，都想来卡车。安娜卡车吗？但是狂鼠死了。只能安娜卡车，一个自杀治疗瓶。我、哦、这波是直接拔刀，那没了，这波已经没了。我交技能，交了个激素的幺乐，想抢卡车，不过这边一把刀是直接瓦解了他们的一个攻势。那这波其实技能挺省的，也是成功推到 C 点，还剩4分40秒。这边换了，这边对 C 点应该是要换一个机动性的阵容，这边狂鼠一个轮胎。哎，被勾了，被勾了啊！皮皮直接被勾了，应该又是一个抓钩，嗯，一个吸狗，吸狗，这边滚起轮胎，但是裸滚的话很有可能会被打掉，67滴血，45，哇，这都进来了吗？啊，还是没有了，是的，又是一个啊，但是这边是没子弹，而且在喝血，勾，但勾回来了，哎，没有杀掉，这边地霸保了一手，那车还是可以动，嗯，车子可以继续往前走。来到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技能情况的话，防守方这边是没有太多的技能可以用的，而进攻方这边有很多辅助大招可以。哎，但是又没有交出胜吗？这波这个地方我觉得不用交胜，但是没有保住这是自己这边的一个问题。对，因为这边其实自己的阵容不是一个保龄的阵容，拉起来还可以，要交胜吗？剩不到这个血，又没有，又是飞狙了。对的。不过王国军这边也知道对面的一个人，整体是被对面打了一波，应该是要往后退了。对，被对面打了一波分割。我是觉得这波不管是第一次死之前还是拉起来之后都是可以交胜的，感觉都可以打过。嗯，交胜是肯定可以打过的。对，那对面这波是没有技能的，反倒是这一波打的话就有技能了。这一波 TW 是有双斧的大招，那这一波会比较难。雅库莫这个刀很难拔，很难拔，关键是距离太远了，除非对面黄铜草某吸。哎呦，这波漂亮，漂亮，找到对面原石不挂了一个球，交了个技能，漂亮，对。你这边路霸打还是比较舒服的，应该是可以推车了这一波。对，推车在最后这边车边的话，又是一个吸，漂亮，是直接开胜。哇，这个，对，直接开胜。后手感觉这一边陈阿塔开了 KYO 交出胜之后，因为这边多一个阴障，看一下能不能打得过。要拔吗？哇，这要拔吗？两边互相拔刀，这个炸弹加刀，这个条件有点太艰苦了。其实他拔刀的时机是没问题的，但是关键是对手这边技能确实有点多，外面有一个刀，有一个核爆，巴米兰这边没有办法出去做输出。不过整体来说了 ，KK 这边的一个拔刀时机掌握还是比较不错的。我们看到马普这边被吸到之后直接开了个肾、嗯，很灵性，很灵性。他这波不开肾，车就到直接到最后一个点了，车就到拐弯了，到那个坡下面了，基本上都最后一个点了。对的，最后一个直道。那看一下这一波 CC 是没有，两边都是没有大刀了。刚才那一波是全部交完，那这。是罗打这个温斯顿被刮的一个黑球，非常疼，能不能保住？应该是保不住，保不住，三标头。对，这个距离没有办法。地霸也是同时倒地。
整体的一个进攻还是有点太刚了，你不要一直强跳要去强调对面的一个后排，你脸上原石一直在看，你就打原石，原石交技能回去，你这个时候再交技能跳后排是都是可以的。太过于死板去强行跳对面后排的话不是一件好事情。而且我们刚才看到他们就是那个出口的右下角是蹲一个人的，好像是迪巴还是什么，没有清他就直接往前跳了。这边是穿视野有了，对，那 CC 这边还是没有大，这两波是直接就送掉了，是没有蹭到任何的能量。那时间还剩1分20秒，是直接拔刀，是的，一把裸刀主动拔刀，直接砍掉一个，后面是直接溜了，是的。那应该打得快，最后还剩两波运营一下是可以打。这波 T W 双斧带大，但是死的有点脱节，还剩1分钟。还剩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技能情况。T W 这边技能依然是保持着一个运转，两。他们的技能都是我这波交一个技能保证我这一个技能就能打赢这波团，然后下一波能够有足够的资源去处理到你这边的一个技能情况。这一波 CC 差不多是六神合体，两边互跳后排直接丢一个荷包，这个荷包能不能并没有炸到人，对，但是这个分割做的还是比较不错，对，这个分割做，但是这个原石血非常低，自己是爆甲了94的能量，有点可惜。这边直接开这个圣，在圣里面砍死了 Crystal， 是的，非常漂亮。但是要吃奶，要吃奶。强塔圣结束了，上寒奶。哦，直接反手盖一个阴杖，但是扑不了啊。这个阴杖有点没看懂，有点没看懂。对，杨洋这边拍掉了 Marble。那这样子的话，自己最大的一个优势，阴杖的话，在最后一个残局上面就没有办法。因为皮皮这边反场是有阴杖的，是的，直接盖一个阴杖扑过来，看这一波能不能接得住。是直接收到 silver， 但自己几方的 KYO 也是掉。对，两边现在还做一个换人的趋势。对，人员互换。不过这边集火，对，双 C 的一个集火还做的比较不错的。那车应该是可以到点，这边还剩一个挂着球的一个闪光，有没有去管一下这个强强塔？强强塔是直接被杨收掉。那车边还剩下一个温斯顿加一个裂空。这个、车边一个核爆。核爆是躲掉了，被罩子。对，这个有点急了。原始暴怒还可以。这一波看能不能续住。有机会的，有机会。对，这波是有机会的，但是 King 拔刀，拔刀了，这波刀，但是有阴杖 counter。对，自己这一边应该是自己也放弃了，没有办法。对，那现在就可能有点难续了。果然，这边莫耶拉也是倒地，还剩一个温斯顿。这边亚库姆又是重新拔刀呢，也是时间用完，对，时间用完推到底。在 C 点花的时间稍微多了一点。不过整体来说的话，在这张地图至少他们的一个怎么说呢，他们比较得心应手的，知道该去做什么事情。关键是这张地图对面也没有做什么针对，关键是也没有特别好针对的方法。因为其实这个图就是两边阵容都比较僵嘛，就是固定阵容，基本上你拿这套阵容我就要拿这套阵容，也没有什么针对不针对的。对，没有特别特殊的东西，只要你在比如说你在 A 点是这样打的，然后防守是这么打，进攻是这么打，没有太多的一个变化的话，是只按照剧本去走，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看看 TW 这边会不会拿出一个丹奶或者是其他一些什么阵容拿黑影嘛，黑影这张地图作为进攻方也是比较好用的。黑影去找对面落单的一个黑百合，然后或者是对面的一个残压塔，或者是这种助位置会比较好一点。但是这个图防守方一般都会把车放到桥底下，就是挂的也不是特别远，就是自己前排跟自己后排也离得不是特别远，基本上车都会放到这个桥底下。看一下这边，在这样地图上面的话 ，TW 这边看一下，他们如果是拿黑鹰体系，防守方这边怎么去应对？黑影体系，你这边单纯的去卡某一边的点，某一边的路的话，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意义。是的，而且我们也看到杨洋跟紫金这边就是 A B 点都是秒推，对吧？他们确实是路霸加这个奥利莎这个组合打的确实是比较好，而换出新加迪巴就有点逊色。因为这两个英雄路霸加这个奥利莎两个是必须有技能是可以打 combo 的，但是威斯顿跟这边的迪瓦是没有，更多的是一个意识上的一个，更多是意识上并不是操作上的。
哎，这边是勾到了什么吗？走出来勾的，勾到了一个什么？没有看，这边是拿了一个堡垒狙击枪头吸过来一枪，没有打到头，没有打到头。那这边也是拿的一个单奶三 C， TW 这边也是拿了一样的阵容。对，这个阵容，对这个阵容，如果第一波推不过这个桥就可以换了。啊，莫兰也是直接掉。对，这个位置我们看一下 ，KK 侧边拉过来，还是想绕啊，还是想绕。哎，这边怎么有个强压塔？有这一枪有点。对，路霸也绕过来了，有点可惜，这一枪有点可惜。我们看到 King Her 这边马上就有一个透视，在这边查点，打鱼瞄点。那这个车是推到这个位置，要卡车了。莫兰又是掉了，对，莫兰已经第二次倒地。对，这边一个吸钩并没有打出一个效果，这边皮皮只能挠头，有点痛，三奶已经凉出来。那么 KYO 又是这边收掉了一个路霸。对，不过我们看到 KK 从侧翼过来，这边是狙掉了防守方的王国之心，还可以。那自己也是被狂狙掉。那 TW 这边可以换了。TW 这边感觉还是想利用到自己这边坦克的那一波打一波进攻。等一手 BBBBB。对对对，我狙击看一下效果怎么样。对，那但是雅库莫这边是有轮胎，其实是可以 counter 的。对。哦，这边两边狂鼠都在侧翼，是的，都想把这边这个点差不多滚了。果然这边 KYO 又是掉了，但哦，这边已经预瞄到你可能会从这边走了。但是 KYO 我们看到这边又是带一个圣直接就死了。这个核爆，看一下有没有罩子？这个有罩子肯定有的。GGG 出来了 ，GGB， 我挠头，挠头，然后漂亮，这边是完全打死这个 B 点呐。A 点应该比较难翻场的，对 ，A 点比较难翻场。虽然手里有个圣，看一下吧。如果要圣加这边的一个奥扎大招强行翻场也不是不行，关键就看这有没有这个胆量。不好意思，没有，那就放掉了。对，时间还剩下四分钟，会比 Team CC 这边要慢一点。不过不影响这个 B 点的话，对，防守跟进攻的时间都是就那么一段。其实主要看 C 点，这个图主要看 C 点。那 CC 其实这边能量还可以，这个拐角看一下怎么去守。吸啊，皮皮这边是掉了。对，然后莫兰这边是有大，但是这波少一个坦亚塔的情况下，应该是打不了了。莫兰这边也是被亚库莫收掉。那这波喂，这个哎有缘人都直接被挡，然后这边路霸也是死了。我跟你说，现在就是就迪巴跟路霸两个人就是狭路相逢，真不一定谁会赢。以前迪巴是避暑的，但是现在就真不一定，要看两个人操作。那迪巴的一顿爆发近距离打的双输是非常的高的，对，要看两边操作。这个地方有轮胎，但是这个轮胎交的话不太舒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CC 他并没有选择前压，没有选择就是站现在进攻方这个点，但是亚库莫又是受到莫兰。亚库莫今天这张图的狂水发挥非常的亮眼，还可以，他好几次收掉单杀了莫兰。因为这样子做一个对号的话，防守方是绝对不吃亏的。对、啊，而且他们这个位置压的就很好，这个位置其实应该再往前压一点。轮胎，轮胎，轮胎直接哦没有，但 King Hunter 直接狙掉对面双 T。对的，包子这边是直接收到对面的一个双 T， 拉这边的 Diva 机甲是爆了。但这波进攻方又是只能往后稍一稍。就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是 CC 应该压得再凶一点，就是压到前，对，前压到前点，因为 King Heart 他现在手感很好嘛，就是其实压到前点对面会很难受。然后这个时候换了，哎 ，Crystal 也是直接被收掉。对的，这边紫金打的也是非常的凶，还剩下两分钟，这边 TW 应该是要换了，我觉得双 T 是直接可以换了。这边看一下啊，换了个圆，不是，是这边莫兰换的圆啊，莫兰换圆 ，Crystal 依然拿着黑盾，哦，换了换了，换回来了。这边要拿一个圆饰配黑影，然后，这边是天使加上长压塔的一个双辅。这一波换是直接亏了两个英雄的大招。没关系，他这边主要是想要把这个黑百合这个阵地给他打散。是的，那亚库莫又滚起了轮胎，在卡这个轮胎。一波耳朵，其实对面没有这个，那没有黑百合不用担心，不用这么谨慎的。漂亮，是直接炸掉 silver。那又是短里波子。
哎，想拉并没有拉起来，抹布也是被收掉。这样打的话，那 T W 可能有一点难。哎，分到了一个信标。哎呦，自己还剩66滴血。这一波，奶回来哦，两边的辅助都有大招，这边 T W 感觉还是想攒一波大招来打。 我们看到 CC 他来到 B 点之后，基本上就是不好养护，这边哦，又是一狙，直接带走。因为整体就这么给大家说，在这张地图上面，知道这群人脑袋是清醒的，也不能这么说吧，就是知道自己该干嘛。哎，就是打得多，对，打得多一点，确实就感觉出来不太一样，就是每个点都卡得非常好。对，知道自己该在什么位置、什么时候去、什么位置做什么事情。 我还没打完呢，先看看一下这一波。哦呦，漂亮！这个走，又是一枪头。对，这边是残血温顿还是被收掉，交了一个女武神，一个地方要养一下。最后一波了，很难了，今天还有个小地方，养一下。我们可以看到 King Her 的这张图真的很准，王昏今天整场的一个100合手感都非常的好，真的很准。 那直接来到最后一波，好像是要有人碰车，黑影直接碰车。对，这波技能也是 Silver， 也是直接被 King Heart 给狙掉。是的，没事，还是死了。然后再次的杀人，叫Crystal。对，出视野，再次开始。这波应该是比较难了。T W 这边就反手一个黑，看有没有效果。这边收掉了这边的一个。 奥丽莎，但是直接拉起来，没有人打，没有人管这天使，又是一个轮胎，车边轮胎。核爆，小妹妹收掉没有？啊，没人摸车了。那也是恭喜 CC 在这个扎克镇扳回一城。今天是，那也同时要恭喜 TW 3-1。